Hi, my name is Kai Yuan. 今天又来了。Hi, my name is Kai Yuan. 今天又来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二集啦。那原本一集就要把它搞定了，但是我小看了整理房间的困难性，所以我们就来了续集。那第二集我们今天要想办法把我们后面那个 IKEA 的柜子，那个两排的柜子，还有那个角落所有的电池、摄影的电池啊，反正这整个柜子我们就把它整理干净，还有防潮箱。还有这些奇怪的架子，我们把这一区整理干净，那希望就可以今天把它解决。那其他的部分